慢性支气管炎，我们说哈，很多一听，很多人认为就是就了解到的一些常识吧，比如说跟吸烟可能有关系，这个确实是吸烟的病人慢支多，我们临床常常简称为慢支哈。那它发病的原因主要就是有没有一个是吸烟，再有一个就是你特殊的工作环境，比如说这个烟雾啊、粉尘呐、长期的一个吸入，还有一个可能跟大气污染。空气污染也有一定的关系，环境因素啊，污染因素啊，还有一个就是感染。你比如说，他长期经常的呼吸道感染，这个病人到冬天他抵抗力差，反复的呼吸道感染，这个也会引起慢支。再一个就是，其实也有些遗传因素，比如说他气管、支气管，他就是先天性的发。